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方舟焦土大陆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召唤我们的神奇宝贝 Pokemon Go， 耶、！老头呢，私底下呢，就是做了一个 Pokemon Go 的这个进化史哈。那老头已经做了非常多非常多了，不过呢，他现在出产的进化产量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们上一集、上上一集是召唤这一只啊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忘记叫什么名字，抱歉。啊，叫做路卡利欧，应该是这样念吧。然后呢，之后我后来又做了一些进化石呢，这边可以召唤这一个，这个我看过了吗？好像没有的样子。然后还有这一个跟这一个，来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些神奇宝贝到底有什么哈。然后呢，身上也有很多这种鬼东西啊。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召唤的 LGOR 什么东西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召唤的、欸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召唤的、欸。我看我们有好多东西可以玩了、不过这个应该是下一集再说，好不好？这是下一集再说。我们今天先来玩一下神奇宝贝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来召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好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。我们来做两个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到底能做出什么鬼东西来。我有做吗？等一下，他直接做两个出来了，可以取消吗？先关闭好了。等一下，他关闭东西不见了啊！我的东西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好啦，我们赶快把它做完吧。我刚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，天哪、好，我们等一下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再取消了。好，拜托，我不要再那么霸气，我们要做这个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待会再去制作这个蓝图。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慢慢来，好吗？不然的话，好，等一下又不见，我可能会崩溃。这个有点难做啊，我真心觉得那是真的有点难做啊。要的材料真的是很靠北，然后还有一些东西，好像这些进化使用不到，因为它现在所释出的神奇宝贝只有这些啊。那到时候可能。这些神奇宝贝的话，以后的更新可能都会在那个、新的模组里面。这个好像已经停止更新了，但是这个目前为止还算很新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先把它做个介绍这样子。OK， 我们再来召唤、这个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顺便也做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先带两个出版，哎，算了，现在都先不要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好了。希望这个是可以骑的，如果可以骑的话就帅多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召唤出来，他们应该是不会主动攻击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什么啊？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啦。啊，为什么不给我召唤？是怎样歧视我你？哎，怎么又开始了？有要出去哦？我的，我知道这一只，可是我卡住了。这只我知道，这只叫什么什么多多什么的。哇靠！这只不是据说很强吗？它可以骑吗？它不能骑。为什么这种都是不能骑的？你这么大一只不给骑，你好意思你？这是叫古拉多是不是？哇，走路好酷哦！哎呦，你都不能骑，好讨厌哦！走路还蛮好笑的。哇，有没有看见？耶、yeah!！这只我知道，可是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三个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去看别的。我们可以看别的。我们刚刚那边还有两个火焰的嘛，来看一下，都没有一个可以骑的、欸，好讨厌啊！想说要骑着他们到处翱翔这样子。来，我们这边还有两个火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火系的是什么？两个火系的是啥？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只，而且这只一招出来，难怪它这么难做，就是它需要的材料很靠背。哦，你看它的血量一出来就这么多，是神兽的意思吧？是不是？按错，抱歉。哦，来，先来这一只先看一下，
啊，可能体型太大了，我必须要找一个很适当的空间使用它，就是这里的，来吧。哎呀，西巴路，呵，那我要去这里的空地，就是这里啦，不要在那边给我哦。有，你是谁？喷火龙啊，喷火龙可以骑哦，太开心了，我终于有一个会飞的生物了。Oh my god！ 可惜的是，它我现在没有办法移动，我负重了，我必须要等它升级，必须要等它升级。哇，喷火龙呢？我觉得喷火龙我比较喜欢，因为我知道它是谁。呵呵，有没有？哇靠！一个喷火龙这个头，没有模组做的不是很好哦，有点粗糙哦，哦，还蛮粗糙的哦。啊、哦，天啊，这应该叫古拉多吧？我想应该叫古拉多。来，赶快等你升级，快点升级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剩十秒了。啊、哦，等下十秒点一下负重，我应该可以骑它了。好、哦，可以了。展翅翱翔，右键，右键是什么？尾巴。C 键是咬，没有喷火你。哦，有。可是这个喷火让我有点累格。二没了。来来来，喷它一下。感觉有点喷不到哎、欸。冲啊！哎、欸，烧不到啊。有了，烧到了，它飞了。哦，忘记开血条了，我忘记它血量多少。哎、欸，持续燃烧伤害，可以烧死你。Yeah， 攻击哇，普通攻击还比火焰痛。我靠，哎、欸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是我之前那个大便龙。哦，这大便一族都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放生它没关系。哦，那自生自灭，它开始惆怅了。不要理他们好了。哇、哦！一巴掌打下去，响个不停，超酷的、欸！哇，这世界有喷火龙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方舟的，是神奇宝贝里面的喷火龙，实在太酷了。我们还没有测试它右键攻击是什么，我们来右键一下好了。这样打这只新尾兽，喂，哎，没打到！天哪、啊，还需要判定一下。不知，等一下，它这右键是装饰的你，我已经很靠近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右键感觉像装饰的。好，果然是装饰品，不然打这只看看好了。别跑，我来了！果然是装饰品，难受。果然是装饰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站着攻击有什么。他站着不能攻击。哦，可以，他站着可以喷火。我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。你看，我抓住，我不知道我在抓什么，抓他的另外一只脚，然后朝天这样子，好可怜的喷火龙哦，哭哭哦。喷火龙辛苦你了，啊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哦，原来是把它抓起来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把它抓起来了、欸，原来这可以，原来这是抓啊，这并不是攻击啊、哦。哇，抓起来把它打死，你看臭狼狼。哎、欸，没抓到，搞什么东西？行呢、欸，嗯，帅气，帅气100分，点一下攻击力，啊。点一下攻击力，干什么东西？你想干什么？把你抓起来，把你抓起来！我告诉你，一击必杀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他这个设定好像是阿根廷的感觉。哎，这个看起来不像阿根廷，这像是……我靠，他的原始设定居然是秃鹰，这是秃鹰的样子，而且它雌性的。喂、欸，突然变好热哦！天啊！如果一公一母的话呢，他们会不会生出秃鹰呢？啊，间接奇特配种。哎、欸，现在大地在灼热了，大地在灼热了。要求啊，灼热个屁啊！不知道他们一公一母配种会怎样、欸？说真的，还蛮好奇的。行呢、欸，哇，弹起来，把这新尾兽抓起来。新尾兽，别跑！新尾兽抓起来嘛。新尾兽抓不起来，来来，我来了，好嘞，喷火，哇，他会继续咬我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喷不到了，算了，一击必杀你，火焰伤害，烧不到，烧不到，啊，那是什么？
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隐形的？哇，蛇蛇，蛇蛇，被我烧死了，酷酷哦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只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来，我觉得我们先回去再召唤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毕竟这样子还要走一个很远的距离，有点麻烦。好，我们先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居所，这样我喷火龙才有地方放啊。不然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等一下又不见，不是不见，又要再走回去，有点麻烦。那我们看一下物资，哎哎哎哎哎哎，看什么东西？看物资错了吗？给这什么东西啊？走开！烂东西，看人难受啊！现在天气就是大太阳的天气，现在摄氏三十度左右，有没有？啊，38度，快40度了。啊，还好我还抵抗得住。等一下去喝点水好了。哦，这是我的瀑布人，瀑布人。好，前面的古拉多，古拉多是这样念吧？据说他是还蛮强的宠物吧？哇塞！反正你们知道就好了。来吧，你是谁？火焰马，你可以骑吗？可以耶。扣喽扣喽扣喽！难不成这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模组出问题的马儿？啊，没有颜色的马儿，而且你现在这样子，我看得好难受啊！好，你都只有一个前脚突刺而已，好吧？前脚突刺，有洛洛德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喷火龙诶，大哥，哥还是比较喜欢喷火龙，虽然你可以跳很远，跑很快。我来看一下你是什么模组做出来的哈，你的颜色让我很不舒服，哎，整片红是怎样啦？啊！洗八路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跟他融合为一体了，有人可以救我吗？我要从天空跳下来，然后之后按落马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解决我没有办法看、没有办法下来的问题了。来来来 ，Let's go！ 哎、欸，跑啊 ！Jump！有，我成功了 ，yes， 哎、欸，我刚刚把他拖过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家伙可以用拖的 ，Oh my god， 我第一次看到恐龙可以用拖的、欸，等一下那喷火龙行不行？不行啊，我被拖过去啊，这只就被拉过来，我靠，神机啊，啊这只哎、欸，你看是我过去啊。啊，为什么古拉多会这样子啊？算了，随便啦、啊，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元素了，好不好？当作我无法理解吧，好吧。今天呢，这个神奇宝贝模组暂时先介绍这里啦啊，那之后还会介绍更多啊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啊，在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次模组介绍再见啦，拜拜。